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吗？我要求也不高啊，我想找一个就身高180以上，月收入5万以上，硕士以上学历，有房有车就行了。有房有车，户口有没有要求？户口没有要求。户口没要求，就这是父母婚的后话，呢？婚后男的做家务啥的，那最好是能多做一点了，能多一一点。人一半吧，一人一半就可男以。的家暴能不能接受？不能，不能接家受。暴怎么可能接受啊？哦，那我提那么多要求，你还不让男孩子提点是吧？那能找到，我带对你啊，去我找。觉得我要求不高啊。我带你去找。真是吗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你跟我走。师傅，法喜寺到了吗？去里面吧，走，在这走。这个就是许愿塔。你到了，让我许愿啊！对啊，你跟我许没用啊，是吧？你这个。说实话哈，一分钱都舍不得花，又想找高富帅，我完成不了。但你在这里，你花个几块钱的香，你能许啊？知道吗？算了，不找。不找了，许一下嘛，来都来了，来，试一下，许一下。